可以给西贝了。火热的手感。为什么西贝一进球，你们感觉很好笑呀？现在百分之百投篮嘛。这样录是吧？也可以啊，轻松进球。重新组织。好球！小萌好准。小萌一万年不出一次手，一出手还挺准。100%。哦，对对，都百分百。场上现在五个人有两个是百分百。过不上。他们肯定只能这么打了，他们这阵容。为什么？他们都高啊，四个大一小，你看。他们高就怎么了？三个大，两个小。不是高就怎么了？高就打内线了呀。那矮的话打哪？投篮啊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看我也很懵，三脸懵逼。还有个格洛宁根是吗？不，瓦格宁根。不是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格洛宁根是吗？有。还有一个地方叫，是怎么被抓住了？这是干嘛？没事，松叶好球，松叶好球。这被扯。这得吹技术犯规了。不要没吹。啊？这个应该吹了吧？给踢呀！可以过来跟我说话，我不介意。什么投手啊？光投？什么？精力都用在了？孙，
我想上去干他了，怎么办？刚才那个很明显，我都看到，都录下来了。好球，好球啊！我笑，换笑，换笑，换。